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来到超有趣的超萌滚滚秀。话说团子们是个团结的大集体，在这个光荣的大集体里，团子们总是相互帮助，相互鼓励。据说这样的鼓励充满着力量，一起去感受一下吧。小团子们一起玩滑梯，胆子大的团子会带领着胆小的团子。兄弟，你看我的。哟，刺激。哎，哥哥，我不敢，真不敢，算了吧。没事，我帮你，跟我一起。看我的，去吧！哎呦，哎，好玩耶，我还要玩。一般情况下，吃东西的时候是这样的，但是在互帮互助的团子们这里却是这样的。来来来，我帮你，兄弟。好的，谢谢大哥，我们一起。哎，对了嘛，在这里吃。其实这样的吃播和谐还有2.0的情况，一般在集体跳多的时候表现。不过在后来的3.0就会变成这样的现场了。每当团子们被奶爸抓的时候，团结的团子们总会一起奋起反击。嘿嘿，团子，看我抓你，抓你，哈哈。不行，你不能抓他，看我胸上拍你。嘿嘿，那我抓你。行，你不能抓他，看我不挠你。哎，你们放开我！说到最后，小编还是要为大家介绍下团子们最强大的鼓励，一般是这样的情况。好了，本期的节目就到这里，希望团子们的温暖也能鼓励到你。